在印度新德里街头呢，只要花上50卢比，任何爱美的女孩都可以拥有她喜欢的手绘图案。现在呢，这种手绘文化也传到了厦门，赶紧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神奇的临时纹身艺术吧。之前啊，印度女人呢在出嫁之前呢，都会在手上和脚上绘制各种各样的图案。像有一部电影叫《印度婚约》，当中呢就对女人的这个手绘呢描写的淋漓尽致。现在啊，手绘已经不是单单的手绘了。它更是印度的一种文化象征。极致民族风的印度手绘至今已有500年历史，富含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深邃的艺术色彩。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，几百年来它一直是美丽、繁荣、吉祥、好运的象征，它更是几千年印度民族信仰的表达和传承。我们伊斯跟印度手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。那我们伊斯的前总呢，他是我们的领头人，他每一年在自己生日的时候都会去印度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去旅游。然后去年呢，他就是有幸在他生日的时候，他选择了马尔代夫，在当地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印度的女孩子，然后他们身上都画满了很漂亮的图腾，那他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。等他回国之后呢，他马上就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开发。说到印度手绘呢，很多人呢会联想到的就是刺青，实际刺青刺绣呢与印度手绘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刺在身体上呢会有着终身的保留式，而印度手绘的时间呢是15天到20天。印度手绘所用的天然颜料来自一种叫汉纳的植物，将其磨成极其精细的糊状物，便成为手绘师重要的手绘原料海纳膏了。将手臂清洗干净后，手绘师便用着装着不同颜色、不同开口的颜料桶，娴熟地在其手背及手背上作画。大约20分钟以后，一个非常精细而又复杂的图案便在手绘师笔下宣告完成。为了让图案保留更长的时间，顾客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需要一动不动地等待颜料晾干。待多余的颜料干燥脱落后，留在人体上的图案便清晰地显露出来。海纳膏适用于各种肌肤，并通过人体新陈代谢自然隐退。它可依据自身喜好选择多种多样富含寓意的图腾，是手绘艺术与肌肤的完美结合，是健康与时尚的完美诠释。Because it is a beautiful art, and art have no boundaries, no religion. So every person in every country should get its benefit. 目前，印度手绘已在美国、欧洲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兴起，并迅速蔓延，深受年轻时尚人群的追宠。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到艺诗美业去体验一下。